你坚持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得想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说你仍不愉快，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也忘了他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九四爱 K 歌，我是阿 Q， 我是奕晨。今天的来宾你介绍，八年级生真的没有人不爱他们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还会什么主持演戏，哇，是谁呢？掌声欢迎薛学姐。的我什么时候已将寂寞抛后，你的一举一动也悄悄住进心口，我已沉溺在你那甜蜜气息中。我一如以前的我无法形容，不断蠢蠢欲动，激烈的心跳声就像那阴茎低吼，在胸口不停地转动。想对你说却又不敢说，无法传达说出想见你的我，可是与你有幸福的邂逅，牵手看同一片天空，心动的瞬间只要一转眼，就算是末日也要和你紧紧相拥，想念的瞬间就像一光年，穿越你我之间，直到能编织共同的梦。谢谢大家好，守候一光年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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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 EP 呢是在今年的11月发行的，然后里面总共有两首歌曲。刚才听到的守候一光年这首歌是这张 EP 的主打歌，代表着自己的爱情观。是，另外一首是代表自己的人生观。爱情的这个部分是我自己填词的，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是，但是还是对于爱情充满着期待跟希望的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境。对对对，有谈恋爱就会有失恋嘛，有结婚就会有离婚。喂。我们有提到写这个这首歌其实讲述的是爱情观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特别精心为写这个准备了一个桥段。哎呦，对，算是一个联谊，有这个板子。哦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。好，哎，哦，这么慎重。对对对，先看一下这么慎重。第一个发型，发型的部分啊，一号哦，短发跟长发，欸，完全不同类型。写这个本身喜欢的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？我很久以前呢，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就是很喜欢长发的女生，确实也是。对，如果两个要比较，我可能会偏长发一点。后来有一段时间又发现，其实短发的女生也很迷人。两个如果要阶段的话，对，可能是长发会占一点优势。二号目前占上风，占上风，好，没关系。还有星座，星座部分，哎，你会有特别害怕哪个星座吗？是跟迷信吗？也没有，我觉得我因为哈。这个世界上没有100%契合的情侣或夫妻，当然会有所谓的，比如说，像我们这种水象的，可能就会跟火象的会比较水火不容，水火不容或什么。我好尴尬，因为我是狮子座。啊，是啊，那没有，反正薛之谦也没有要考虑你啊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狮子好啊，很活泼啊，但不是比较容易吵架。而且我很喜欢很直接的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不太喜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啊，你太好什么？没有，不关你的事。你到底一直在？你要不要再？对，你要列个三号出来。
星座，看一下哦，天平跟摩羯，哎，如果是天平跟摩羯跟双鱼来讲，应该会是摩羯会合一点。哎呦，天平为什么跟双鱼不合的原因，是因为双鱼本身就已经是两只鱼了，如果再加上有一个人。是又是有两种想法的，那就在研究事情，比如说吃一个晚餐可能会饿死。那我们赶快看一下字，他有自评表，他们自己认为好有趣哦。好，看一下他们怎么说，算是自我介绍给茄子哥看。哦，哎呦，颜值大于才华，大于亲和力，大于身材，哦，都一样哎。为什么都对自己的身材没有自信？没关系，他们对他们脸蛋很有自信啊。哦，茄子哥，这一二三四个，你觉得你的排行是什么？我会先选亲和力，哦，颜值、身材，最后才是才华。哎，怎么跟我正好刚好？才华他哦，你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我是啊。哦，你走开了，你不要，到底关你什么事了？接下来他们有这个互相对对方的评语。对，二号怎么？哦，对对对，好 ，OK OK。虽然让人感觉有距离感，但这正是少数男子会想挑战的性格，越难到手越想征服。哎呦，大部分普通的男生都是这样子，就觉得越难挑战的就越想要得到。对，但鞋子刚刚好是喜欢有亲和力的，对不对？哇哇，但搞不好是因为二号太喜欢鞋子故意这样讲，也是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么来看一号怎么抹黑二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看一下。很可爱，好相处，会让人想亲近，而且会很爱笑，应该会让男生觉得很有成就。哇，哎，这个好像有点符合鞋子哥的说的哦。其实这样讲起来，两种都有一点像是男生会喜欢的类型，其实都是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。直接先让他们进来好了，让他们唱首歌好了。OK， 好哦，欢迎陈优，掌声鼓励。哦，两位美女，你们好。对对对，他们要带来神曲哦，神曲，他们唱我难过，没错，神曲。其实这个如果有 feel 可以参与，一起合唱，好，我副歌看尽力参与，好，因为这个是女 key 的 ，OK， 真的要尽力。很好，非常好，谢谢鞋子哥。对啊，刚刚我难过，两个女生唱又是截然不同的感觉。重点是要选哪一个？不是要选择吗？你才唱完我难过，我就要决定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要我决定之前，你们要先确认一件事情：是可以接受大超过十岁的男生吗？哦，年纪这个问题真的不是，又不干我的事。那你真的会？就是有时候在选择性的时候会选择障碍，选择性重要的事情的话自己会决定好，但是像真的是吃什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决定。每天早上第一件烦恼的事就是早餐要吃什么呢？光那边犹豫的时候就可以犹豫一个小时。哇，真的，都要出门的。我说啊，吃，那不然吃那个阿姨早餐。他说啊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啊，不然bagel啊，可是我不想吃面包。好像完全能理解这种对话。
阶段呢就是歌声比拼。哦，对，因为以往学这个可能甚至听到他们都是两个人都是合唱，嗯，有点分不出宣纸谁是谁。对，所以今天就要我们要把它分开，搞分裂就对了。对，理性分析哪位是学这个比较喜欢的歌。好，好，谁先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欢迎围城。好，我们可以猜拳吗？好，猜拳啊，公平啊，公平，猜拳吧，猜拳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输赢看这么大，输的先，输的，输的先吗？输的先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你先。哇呼！所以以优要带来的是抛物线。好，掌声欢迎。掌声。是说这样说，又不在乎结果。我对你说，我有把握，成功一次好多。人们虚假也造作，总爱的。我高中的时候很常听也很常唱的一首歌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张。你们是第一次 PK 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平常一定都是两个人一起唱，哎，真的，不太会有一个人献给我们，就是感觉到他们很想赢。有有有有有，尤其是现在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后。真的有
就是好像歌唱比赛的 feeling， 难怪会组成一个团，真的，因为两个人的优点是完全不同，对，都很好，所以才两都选两个人斗在一起，对啊，我们才会这样子比赛，好了好了，不然一人一半啦，啊，一三五六，礼拜天给学志哥放假，这样讲我要怎么回应呢？也好的呢。才艺加分的部分了，两位谁要先？今天就必须拿出我的杀手。学了多久的杀手？对，学多久？从小开始练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哇，这个太夸张！从小就已经预设好，对，有一天会在这里跟我联谊。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嫁给学志哥。哇，好，我要带来非洲鼓的表演。哇，这么奇特的一个表演。觉得是在庙会前面，围城，围城，紧张了。我的也厉害，我也是从小就开始练，从小就想要，也是国小吗？要嫁给更小幼稚园，哇，幼稚园就练的才艺。我今天要变魔术。各位观众，这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对，这卫生纸可以变出非常多的颜色，你们想得到颜色都可以变到。不可能，卫生纸就这样啊？不可能，很好，就是喜欢你这种。好，塞到我的手里，手里，塞进去。怎么可能会变色？很有戏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施法呢。还要施法，这是什么拉？又有一点庙会的感觉。哎，你们希望它变成什么颜色？鞋子哥想要选什么颜色？对，我还可以选哦。但是不一定变得出你想要的颜色。不好听，你捏把冷汗。要公布了吗？蓝色吗？各位观众，是，你们期不期待它？期待，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我们一起数三二一。好，3 2 1，垃圾。所以你只是变了，把一张面纸变成一坨面纸。你这样让打鼓的情何以堪？他昨天在宿舍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好爽哦！你就在外面看到那边打，然后你自己暗自窃喜。我从外面回家，然后按门铃的时候，他以为是邻居来抗议，他不敢去开门，他在那边看那个鼓。许过一个愿，当时星星眨着眼，看起来并不远。为你展翅飞，为你被风吹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很会哦！千万要等我带幸福来给你的那一天。散步，夏天看海，秋天数落叶，一直没有烦恼，一直没有争吵，让每天像他一样甜。冬天飘雪，我是棉被，温暖你的夜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
靠肩的同时，我脸也红了。有哎、欸，因为我对女生很就是比较那个、哎，所以其实要知道她有没有动心，就是看她有没有脸。对，刚刚你们同时，哦、你们刚刚一个一个互动的时候，她没有脸，同时躺下来的时候，差点，你们就知道学这个需求多大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进行下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，就叫做谁更了解鞋子哥强打游戏。对，不要一直在那边说我很喜欢鞋子哥，就什么都不了解，这样就太假了。对，只要不知道就出去。哦，好严重，不就是答错而已，干嘛要出去呢？不是，他们从一直说从小就准备要嫁给你，啊、结果。我的真心，那中途也是有遇到一些其他男生啊。哦，谢谢，出去，就聊出去。第一题呢是鞋子哥跟五六成员王仁甫还有许梦哲主持的节目叫做《请抢答》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厉害！哦，高跟鞋还是小心点哦。饥饿游戏 ，nice， 新的。恭喜答对！答对了，答对了。这有点送分了、哦。对对对对，蛮容易的节目。有在看这个游戏吗？有，上次还在看呢。但其实与其说看，其实我们更想要的是去上这个节目。啊，这样子的。好好好，我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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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 OK。第二题呢，就是鞋子哥曾经参加三立哪个选秀？哇，然后二十关卫冕成功。因为这个不容易，所以说我有三个提示。第一个呢是五等奖，第二个是亚洲新人歌唱大赛，第三个是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。心里有答案了吗？惨了，我觉得你们惨了。三二一，请抢答。迟疑，你说你那时候喜欢谁？答错了，答错。哎，他乱讲。你是不是喜欢的是孙淑媚？第三题呢，就是鞋子哥有一项很喜欢的运动，还特别组了一个队伍，这个队伍现在叫做请抢答。哎，叫做有点难。对 ，Sun Star。哎、欸哦，是吗？哦，我哎、欸，好像是哦，是、啊、是。恭喜你答对，哎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有发言，他抢的比你快啦。我刚感觉他没有动力去抢、啊，不是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你们的战斗力。其实竞争力没有很大，因为他也要懂才有办法按下那一个，要不然只是自取其辱而已啊。我们接下来第四题要玩的是听歌猜偶像剧题，好，音乐偶像剧。在电话时我就我看不清你的身影，该做什么才能答应？好，这场战役留下的够不够重？紫金之巅，那个紫金之巅。是，刚刚是围城仙的，围城仙的，是紫禁之巅吗？哦，是吗？讲确定吗？确定要按下去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紫禁之巅啦！好，答案确定吗？确定了吗？答案确定，叮咚叮咚，答对吗？叮咚叮咚。下一题哦，一样哦，听歌猜偶像剧，这个才有变化，这个有变化 ，OK， 有变化，好。永远不枯萎，也无所谓。这越快越听得懂，是西街少年吗？你确定了又讲了，就代表答啦。好吧，对啊，这个时期你们应该都懂了。对，西街少年是那时候很多部，对，会把歌都搞混在一起。天下没有我太子做不到。为什么其实刚刚也这么多部偶像剧？还有答案吗？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好，不要轻言放弃，否则就对不起自己。对，不要轻言放弃，想不起那个前方是什么？一段爱与梦想的故事。那个，我想不起那个名字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怎么办？陈峰，你是我永远的对手。雪碧洒在他身上，就记得很细。有吗？有这个桥段？你都忘记了？哦，有看到。记得，我以前还把他讲成 MP 三情人。MP 情人。哎，我很生气啊！哦 ，MP 是。搞混在一起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还在珍珠美人鱼啊。珍珠美人鱼是 MVP 情人之后，哎，珍珠美人鱼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卡通。第六题呢，我们要请这个鞋子哥啊，你要用浪漫偶像剧的口吻讲出一段歌词，然后他们猜歌，对他们要猜出那首是什么歌。好，来喽，来喽。他的博爱始终没有极限。复制谎言瓶颈不曾出现，你该说再见，
就说再见，千万别留恋。你自我催眠，他是艺术家，你给他色盘去拼贴背板。蔡依林大艺术家。哎、欸，这还蛮好玩的。下一题是台语版的。OK OK。天哪，一样用深情的表达吗？呵，来来来。在你身躯边，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星石顶冠，爱有万分之一的甜，甘愿我就待在一点。哇，好难啊！哭起来，哭起来，你你哭起来，哭起来。天天年年，天天的我。深深看到你的面，生气的温柔，怨叹的温柔，甲面。哭起来！林俊杰的《江南》掌声。继续 PK 哦。那还有一个。还要念的吗？偶像剧的方式。来喽！你哭着对我说：“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”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等等，我要加入了，不要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一起来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掌声，掌声！很完美耶、欸！我们三个组一个团好了。好到现在，残酷的时刻来临了。虽然前面都表现得不分轩轾，但是今天还是要选一个能够跟鞋子哥步入礼堂的人选。会不会太重了？不用了。没想到新的一段婚姻就在这么一瞬间，明天新闻就出来了。感谢我们，就让我们上饥饿游戏吧。什么啦？不要再讲这个了啦！你给我出去！你到底是有多渴望上饥饿游戏啊？好想玩哦！你给我出去！其实呢，待会选到谁就把这个麦克风交给那个人。好，请选择。我选的是有。不要出去，点回来，回来了。哦，鞋子哥，这原因，我觉得基本上两个真的都很棒了，都很有才华、啊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对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耐玩这个人。就个性上来讲的话，觉得优感觉会比较好相处一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反正我们之后两个他们住在一起嘛。对，其实可以找他的时候，哎，他也在。哦，对，顺便相处。两个他不在的时候，我说不定也在。哦，他不在。哦，好，那好哎，很棒哎。害羞了，好可爱、喔，我又害羞了，可爱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无尽找另一个梦境。
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掌声鼓励。很冒汗，冒汗，我冒汗，对着你唱，对不对？但后面都是看着他在哭，怎么样都不影响他们两姐妹的感情，对，不影响。我们的婚礼一定要来，好厉害！最后一个 punch line。一定要持续的锁定跟支持他们。OK， 對對對，感谢杰志哥还有陈佑来我们的节目，谢谢谢谢。不要忘记你们在的 Super Star 全部都在 Yummy Star， 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